根本看不到、啊，看不到，太快了嘛，那个动态。我说类比根本看不到。我说因为那个动态模糊加上那个类比的那个。没有，它其实还好。请问这电视可以飞多久？这个啊，差不多飞顶多五六分钟。对对对，一下子就要下来。对啊对啊。就是要虚拟实境是吧？不要。就是你下面有一颗相机、嗯，然后你那个蛙镜里面会看到你的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所以你不会撞到树的。不会不会。